小林玩具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小林，我是小趴。那么大家都知道呢，我和小趴已经是超过10年以上的闺蜜喽。没错，我可是知道很多小林小时候的秘密哦。秘密就不要说出来了嘛，你也有很多见不得人的秘密，好不好？不，我没有秘密。所以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玩什么呢？那导演呢就想要考一考我们这个10年以上的友情会是什么样子的呢？啊，我知道了，所以我们今天要一起玩的就是小林小趴10年友情大考验。第一轮，考一考对方的喜好。那么首先第一个问题呢，就是要考一考小趴对小林喜好的一个了解程度咯。那么小林最喜欢吃的水果是什么呢？那可是非常简单。有吗？那真的是很简单。先请导演给我们上水果吧。上菜。苹果，然后草莓，还有猕猴桃里面，那小林究竟比较喜欢吃哪一个水果呢？可是我觉得好像没有你最喜欢的吧。哦，我觉得这里真有我喜欢吃的吗？开玩笑，其实有的，有的，对。你已经知道答案了？我觉得我应该知道吧，因为我觉得你喜欢吃那个东西，所以和那个相似的东西你就喜欢。哦，是这样对的吗？但是我觉得这里没有相似的东西，可能口感有一个相似啊，有一个。但是这里面也有我第二喜欢吃的水果，我觉得也不错。对，嗯。3、2、1，哦啊，那可是非常简单。啊，好美！我选的这个，因为我知道你喜欢吃桃子，然后对猕猴桃。猕猴桃吗？猕猴桃和桃子是两回事吧？好不好？削了皮过我走了。我们的友情都是假的。软桃还是硬桃？脆桃。小趴呢？眼罩已经戴上了，我现在就上场吧。那我准备。你的幸运数字是2。亲自去体验2号门的感受。小趴，准备好了吗？没有。非常紧张。这个2号气球里面装的会是什么呢？3、2、1。哇！哦，啊，怎么了？啊，是好了吗？是，来，我背一下。啊，对，在背上。3、2、1。结果我坐的太外面了，哦，很幸运哎！但是我感觉背后一凉。好了，现在到了考验小林对小趴的了解程度了。这一轮要考验的就是，噔，小趴最喜欢的颜色是什么呢？哦，刚刚你猜错我的水果。对，不过也不算出错，是导演组是专门弄的。不承认。 OK， 好，那现在呢是要在白色、蓝色和紫色里面选。糟糕，我觉得这3个颜色你画画的时候都常用哎，而且你的代表色就是蓝色啊。我这几个都喜欢，如果我选蓝色是不是就太简单了，就没有出题的必要了。其实我现在自己都没想好。我自己没想好到底你不知道自己喜欢最喜欢哪个颜色。都喜欢，就是不，他们是不同的，那种层，就是那种不同的级别，哦，就是用的时候用途不一样，对，用途不一样。那所以今天你决定了吗？你现在心里决定没有？等会儿就随机选，我就选答案，就是，那难度好大哦，你还随机选？对，朋友们这不公平。我心里感一下，现在小花的想法是最喜欢哪一个颜色呢？3、2、1。我选的是，我其实我真的有一瞬间就选白色的啊，我选错了，我选成紫色了。听完了，现在开始选择吧，还是从你那边1、2、3这样。那刚刚的已经拿起来了，真的很吓人，说这个话容我吗？OK， 刚刚的2号是有惩罚的，啊，我觉得可能大家会有这个心理是会避免它，那我还是选择2号。3、2、1。哇，这是面粉。
结果来说呢，我们的默契值为零。不会吧，我们明明就是十年以上的友情啊，为什么这样？可是我觉得刚才两道题都有一点难，有点刁钻。没错，我觉得他们有点故意混淆我。对，所以我们需要用第二轮的挑战来证明我们的友情是坚固的。好，我们第二轮一定要赢。没错，第二轮的名字就叫做“害你在心口难开”。我给小花出的这个词语呢，我觉得是因为我以我对他的了解啊。很容易说到这个词，就是这个词语了。那我说，小哈，你最喜欢干什么？画画。恭喜你接受惩罚吗？就是嘛，这么简单。所以怎么样，我们默契很好吧？我就知道他一问就出来了。我选三号。哦，小花刚刚已经摸到了，是什么？是水。今天逃不过了。喜欢包子吗？难道是？不是，吃包子。你喜欢吃包子？啊！好吧，那说明我们的默契还不错。对，耶耶！这么惩罚了，别耶了。这一次我选择一吗？一，三，二，一。现在赶紧进入第三轮的友情挑战，叫做异口同声。好了，那么我们这一轮一共呢准备了五道题，如果我们两个呢答出三个以上一样的答案的话，我们就可以避免惩罚。三个以下的话，就一起接受惩罚了。哇，那真的是考验默契的时候了。没错，好吧，请出题。第一题是选择冬天没有暖气还是夏天没有空调呢？三二一，夏天没有空调。哇，第一题一个了。第二题是选择没有手机过一年，或者是没有朋友过一年呢？三二一，没有手机过一年。哇，你是两个了。对，哇，朋友比较重要啊。朋友很好。第三题，超能力瞬间移动还是时间倒流？三二一，瞬间移动。耶，耶，已经赢了，已经避免惩罚了。耶，我现在还拿头发，因为要瞬间去理解那个东西。因为我从小到大就想要任意门，我也要瞬间移动，刀还是瞬间移动，马上就可以飞到夏威夷，飞到处去。对，你把过两次水都给开到，因为后面现在都是全都是垃圾桶。你们看，都是喜欢的。对，那我们三二一，看看这次有没有默契。好，三二一。哦，我只看颜值，我为了口味。哇，这太漂亮了吧！好贵啊！而且上面有，冰淇淋。冰淇淋马卡龙。好了，那么今天呢，小林、小趴十年友情大考验就到这里了，怎么样？大家觉得还有趣吗？也希望大家能和自己的好朋友一起积累更多美好的回忆。没错，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